哦，还是的，熊足想要放尿的吼，啊，头家招一下便所。哦，惊啊！了，地照凉的，好来啉一罐好啊，助理要啉。哦，哦，欸，你来啉人的凉的。哦，啊对哦，较好喝哦。嘿，还有谁啊？欸，少年，我会当一啉一下凉的。哦，冇紧，冇紧。哈哈哈！这碗串同好的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大概今天啊，这位老板哦，建大车的老板，伊拄啊伫帮我看外爸片啊，我就是刚好去那个澳门嘛，有拍到那个荧光黑的是什么？嘿什么？你在什么 monkey 哦？伊平常就是 green 啊，哎有咧甲咪，他就说欸，大概有那种车车种奇怪，台湾那种正白啊，因为白龙雪很久没有接触车子了，我就想讲哦，那把这头家来颠簸者。来啊，咱直接开门见山，老板，你那一台那个 Mikey 今天要来上节目，今仔就其他的物件去头把它转一下，你看好。好好好，对啊。啊，你会紧张无？没啦。你不讲你惊起来，惊惊。惊到。哎对，惊到，系啊。啊，阮这阿兄顺便甲翕一下啦。是是是。伊吼有一台，我当讲哦，有一台秘密武器，差不多已经六七年要改起来，我要做第一炮，因为伊有搞搞在袂当讲。嘴干一个卡钳，你就惊死啊！哎呀，惊到！你无阿公，我惊到，我唔知影物件遮贵啊！知好啦，来开始来切入正题。啊，伊就咱讲说，伊也好坐坐咧船，我无白龙江一大边蹲啊，出来啦！系啊，啊，迄个我阿兄有无？迄个阿斌啊，伫大陆咧唱歌较无闲，我那少年诶，即因堂弟啊，听讲是讲胡彦斌。远房亲戚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我大哥在大陆最近比较忙，那个中国好声音就比较忙，太厉害了，那个是吹牛的啦，对啊，这位帅哥人不错，哎，我们这哪能做人可以用诶？哎对，啊你嘛坐坐，我呢感觉怪怪啦，咁好，我都干掉，啊你咩喏？要紧啊，换，我好啦好，安尼好啦，安尼拍谁？来一个这个摄影师，这个给你做。你若感觉讲这车的酷势无水，我一讲车来去刷后边，敢袂使？啊，无车头迄落着。车头用的通着啊。你好，互伊较粗的敢好？弄弄重的，看你啦。好。诶，这真方便呢，会惊着？迄毋是重机咧用，是迄奥多麦啦，一般奥多麦啦，对。多小版啦。哦，是哦。好，来，用来坐啊。哎，安尼好啊。诶，我讲啊，我卖坐好啦，吓。啊，你顺势去坐就好啦。这个吼，大概来讲，出安尼，安尼得好。啊，你车起来，甲拄起来。我们这个要尝试一镜到底拍下去，我感觉较好看。系啊。我一定拍啊，拍得好。好，安尼是有看角度较水，敢有？系啊。甚至如果说那个有歪歪讲者哦，来，安尼应该是你有弯嘛？会到开始话，好来改变。这样我无记，我评价真大。没，没啦吼。这老板这台品牌故事，你敢当先抓者？看我的粉丝家。这台吼，就是宏达本田 Monkey 叫猴子车。嘿。啊，伊就是以前1964年，伫迄个，迄时阵无方向灯，伫迄个日本的迄个游乐园，小朋友咧骑。啊，尾啊，到伊尾啊，他改变方向灯，可以变迄个四座车出来，好安。一般的市民接受安尼玩乐，所以原底就是要让海囡仔底下按来，让伊住内底游乐园咧骑下高温那车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子在骑，在园区里面骑就是50cc 啊，惊到。啊，所以迄当阵囡仔就是咧拍旋转塔，有遮牛吗？有啊，惊到。所以要讲从现在开始规定那个骑国际档要纳入幼稚园的课程，感谢。马上是啊。啊，所以伊这台车含我去种澳门哦，我在拍那一个，他说格瑞纳，伊含格瑞纳，我甲翻译起来是大金刚的意思。欸、金刚。啊，金刚含这个 Monkey 是差咧大基金少甲小基金少无？无，差咧只油桶甲坐垫。啊，所以 Monkey 的油桶是比较大，是不是？比较小。你伫当看遐偌紧，迄款兄哥拢伫遐看，无阿姐，系啊。Monkey 的油桶较小。较小。啊，坐垫嘛较好看，无家较小。啊，所以。伊格瑞纳就是伊油桶较大，是因为当那种续航力要较远，啊，其他东西都一模一样就对了嘛。啊，伊个敢有啥物台湾，敢有啥物改装品啊，啥物物件，就像种物件，台湾敢有超过20台，正牌啊。
正牌应该是有啦，无但是拢摕去收藏，较少咧徛出来。听讲个仓库都占十九只个，无遮含啦。哎、欸，我好奇吼、哦，冒昧问一下，那个时候，迄、那个阮另外迄个澳门的兄哥会甲我讲，一台大概折台币哇，省得到三十几万嘛。有啊，这个国内买得到正牌，自己引进起来是大概三十几万，也差不多这个价钱。啊，但是原本售价就三十几万，还是因为什么？关税那些阿里阿扎的，有一些是关税，因为这是台湾总代理，台湾本田，它本身它没有引进到台湾，为什么？它都是一些水货，因为进来台湾的话成本太高，哦，来的有限。你安尼摆拢是搁想到一个商机啊！来，我讲要集资的时阵，请咱信徒咧，甲这功德金咧，捐向来摆拢是，这摆拢是要好来发挥这个。好了，那我们大概西部来拍一下它的特写。啊，老板，等下，等。简历大概发动一下，让我们听一下它的引擎声。但等一下拍完的时候，因为那当初我们去外地，人生地不熟了嘛，常常也袂记讲叫人发动，啊，较冒昧，啊，想来边边，咱拢家己人，大家来互相来突破这个好奇心者。哦，这感觉我这无问题啦。好来，然后来先来捕捉一下，我们先来翕一下我的感觉完感觉。来，然后先看它的面大变。来，我来采访对吧？来这台。哦，要收这只才300公里尔呢。我闪光灯，我关掉看卖。哦，闪光灯先关掉。哦，这一台你唔都拢敢收藏，拢无咧骑啊？系啊。啊，这个反正这一台是全部都是原厂的东西就对了嘛。啊，包括这个铝圈这嘛是哦。铝圈是另外改的。哎呀，这嘛是等于去日本买的，啊无台湾敢有这個？哦，这哦，这算迄落。那个日本那边的，用 CNC 比较废出来，真惨嘞！哎、欸、啊，但是吼、喔，它这个啊，气冷的气缸头有啥物要做啊？看那水冷，安尼散热，敢袂惊中风？对。我看这一个真古锥，啊，这是喷射引擎的。哎，这个是喷射的迄、那个。哦，电脑里只哦。无，这喷射系统的英文啊，电脑里只。哦。哎。哦，这个有咧听古典音乐，袂歹哦。啊，七啊头卡来啊。哎呦，金蕉呢？这，哦，这假的啦，惊到！今骑啊半路狗啊，巴肚也要回去。所以伊这就是算要放，要放金蕉的呢。你下节锁头。哦，不是在放金蕉的。不啊，这个坐垫原本就是做这种复古式柳钉这种。真赞！啊，这真正是国际档的六十，啊，伊的时速才走啊偌济啊？差八六十，哦，敢紧。哦，真崩六十无？欸，但是五十啊拍速，应该是我都破六十啊，所以，但欠改啊。但我讲七八十应该有吧，哎，无伊咧那较细啦。嘿。我种车啦，细只扫六十足恐怖的啊。几个感觉。啊，这只什么阿斯摩哦，甲广告者，即我有伊的衫呢，嘿啊。这方向灯啊做伫遮阁真古锥哦。无，只喷射灯，空调灯。哦，这超车。哦，这安尼的车壳灯啦。嘿，啊，空绿色空挡灯。哦。伊也骑过30几，伊的道顶，可以骑较慢。日本伊的法规。哦，白龙雪多拍一下啊，所以他这个也是都古刹了，没有再改叠刹了嘛。有啊，靠近就侪啦。伊这就像我较早迄有台跑速乐迄搭。对啊，这跑速乐甲 JOGA 有无？嘿嘿。同款一模一样物件。对啊，跑速乐伊头前的政策，我着跑速乐食过了，改迷你拜容易食落去毒的啊。啊，我今仔生就是金色，全车用钛合金螺丝锻造。啊，所以这零配啊嘛是原厂的。原厂的。但是伊骑了一趟就卡哦。哦。系啊。真赞嘞。好，安尼，啊，老板，咱发动是要伫内底发动，还是外口啊？内底就好，你无要紧。是哦。来，等一下。好，开始。因为我先走来遮，我要录节。系啊。来，老板，啊，即摆咱发动，这我足好奇，因为这种车做成那种。缩小版的卡罗萨基发钳子，安尼嘣嘣嘣嘣。哦，对，这做点的，来试看看吧。啊，这是 C 路还是爱用打的？油彩花真男人。哦，油彩花真，我这股加赞。哈哈哈！恁恁吃这声嘞？咱袂出迄种人当共产的声嘞。我这个也是全时亮到，真的就对了。也是贵拢安尼。你看翕者，看翕者。日本21就拢安尼啊。嘿。一加这声来，那个人当共特写，把它拍一下。他从这里，然后从这里那个酸出来啊，这个声音很好听，就厉害啊！我都想要买一只，我摸一杯茶的。老板，你敢当安尼大概空吹，唔免收团啊吹，我听迄个感觉。
欸，那个他那个整个在跑很顺呢。已经我看这应该是酸土的吼，酸土的，酸土的，等于迄条做完，你看这已经上上出来。同学，同款，有钱啊买一只啊，嘿啊，虽然三十几万是讲介绍足当道的啦，嘿啊，对啊，含地跑同款啊。地跑我安底想要买，但是最近都想讲，遐无人要出售，啊，搁咱嘛无这多差钱的话，嘿啊。老板，我感觉咱也方便，不然咱外口大家，我们就该逛个一圈。哦，马去，对啊。啊，原则上你徛在阮这边的感觉就好啦。嗯。我看你公里数才300尔吼，算那加较徛者，安尼行起来顺点。所以白龙雪这次大概我们体验一下，看一个真男人骑逛一圈那种感觉哦，分享给同学看。